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您收看《中国武警》。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86周年之际，武警部队组织了2013年业余文艺汇演。武警部队从668个文艺节目当中精选出15个优秀节目，在北京进行了展演，受到了军旅文艺界专家和官兵们的一致好评。今天我就给您介绍一下这些优秀的文艺节目。一走进剧场，如果不是官兵们正在做演出前的准备工作，记者真以为自己走错了地方。整个舞台都被披上了迷彩伪装，这服伪装往下就藏着千军万马，整个待发的武警官兵时刻准备着为打胜仗而来。更出乎记者意料之外的是，演出一开始，舞台上只出现了一名战士在扫子弹壳，这子弹壳在地面上滚动的声响勾起了现场所有军人对训练场的记忆。一名身着迷彩服的中校警官从剧场的观众席走向舞台，这时剧场响起了话外音。不知不觉，下连蹲班的时光就要过去了，我真舍不得离开他们。原来他是出演一名下连当兵的干部，按照解放军总政治部要求，武警部队组织团以上领导和机关干部下连当兵，蹲连驻班，他们和官兵们同吃同住同训练，看到听到了许多聚焦抢军目标，一切为打赢的基层官兵们的故事。整个展演就是以武警总部机关警官们下连当兵的所见所闻串联起来的。战士们又开始拉歌了，实际上他们唱的只有一首歌，那就是就为打胜仗。话外音刚落，刹那间不大的舞台上真的出现了千军万马。不能打仗，国家要咱干什么？不打胜仗，人民养咱干什么？这个道理简单而又深刻，这个道理当兵的记心窝。歌词写出了时代的旋律，唱出了军人的豪迈与激情，更令现场的观众们热血沸腾。据了解，演唱者中就有今年在约旦参加勇士竞赛国际特种兵比武中战胜世界强国参赛队并夺得冠军的北京武警总队雪豹突击队的队员。来自武警北京总队官兵们唱的这首歌就叫《就为打胜仗》，这也是整场展演的主题。这首歌是由武警8710部队业余演出队长庞亮创作的。提起这首歌在一次演习现场的创作，他依然激动不已。当一开始看到这个习主席提出能打仗打胜仗的这种要求之后，我内心就是说，怎么能够配合着部队的军事训练，写一个歌或者完成一个什么文艺作品，在战士们之间能够唱起来。庞亮到了训练场上，一排排现代化的战车排兵布阵的在那里，官兵们高昂的士气突然间令他有了灵感。脑海中突然闪出来两句词：不能打仗，国家要咱干什么？不打胜仗，人民养咱干什么？所以当时我当时那个真是感觉到一激灵，我觉得这个点肯定寻找到了，大家都有这种情感要表达，但是我一下子寻找到了。完了就在训练场，我随身带了一个笔记本，我就把这两句话记下来了。记下来了以后，大概只用了10分钟时间，整个的一首歌就把它写成了。
第一次我们试唱完就位打上战场以后，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情感的释放。当他听了第一声的时候，真是热泪盈眶。射击是每一名军人都要掌握的最基本的军事技能，而通过花鼓灯阵一种在安徽地界淮河流域具有浓郁汉民族舞蹈语言的形式，表现出火热训练场上官兵们你追我赶的争当训练尖兵的景象，更是民族舞蹈在军旅题材上的一次成功的尝试。取得了风摆柳柔美部分的花鼓灯练射击，突出了军人的阳刚之气，精彩的表演赢得了全场热烈的掌声。执勤处突是武警部队军事工作的重点，用舞蹈来展现军事训练和战斗也是整台晚会的一个极为突出的亮点。武警江苏总队业余演出队带给大家的是反映武警官兵为了人民的生命安全派出排爆手前去处置一个公共场所爆炸装置的故事。最后选出了我和我的搭档去面临这个炸弹，剩下的人作为一个警戒的布局氛围去做一些时间的流动，然后我们两个人就是以战友情把危险留给自己，把安全留给战友。紧张的音乐和演员们出神入化的表演，舞蹈排爆在不知不觉中使人们仿佛置身于现代生活中真实的排爆现场。人们为排爆手是否能够顺利地完成任务而为之担忧，此刻时间似乎停滞了，大家好像听到了彼此的心跳声。舞蹈排爆用形体艺术美来展示排爆手们内心崇高的思想境界和过硬的军事技能，展示了广大武警官兵在强军梦的号角下把个人的理想抱负融入强军梦的实践，书写军人人生的华章。如果说舞蹈排爆表现的是来自于现代生活中排爆手生与死的真实考验，体现了武警官兵的忠勇，那么由武警河南总队业余演出队创作的舞蹈突击突击则给大家展示的是武警官兵在参与反劫持人质战斗中的血性。编导利用攀登楼三个剖面形式场景的递进关系来讲述特战官兵反劫持人质战斗，体现的是武警官兵把血性作为衡量合格军人的一条刚性标准。我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所干的工作也就是这样的工作，而且我们没有热烈的掌声，没有鲜花，我们就是在完成我们的使命。
营子院的冯啊，我在这儿十年你就刮了十年，今天能不能别刮了？一会儿新上任的中队长就过来我们执勤点宣布撤勤的命令了，我们执勤点就没有了。你让我这十全十美的大琵琶一个都别掉，中不中？就算给我这个老兵一个面子，中不中啊？哈哈，真给面子啊，终于画了个句号，谢谢啊。嗯，你还有个省略号啊。小品《十全十美》是由四川总队创作的喜剧，故事表现的是在大巴山区有一个执勤点，几十年来有十名工作标准追求十全十美的哨兵在一茬一茬地执行着看守任务，然而随着任务的更新，这个执勤点即将被撤销。我说你怎么能冲着琵琶手打喷嚏呢？你要是打掉一个掉了一个就不是十全十美的大琵琶了。对，他们那个山上老刮风，气候恶劣，就有一棵树是前面几任班长种的，这么一棵枇杷树，战士喝的水都省下来来浇灌这个枇杷树，但是一代一代的它老不开花老不结果，大家也着急，就在去年这个枇杷树就开花结果了，战士们都舍不得吃，就结了那么十个果子。得了，好，你把枇杷收住了，我去接中队长去。去你的吧。去我了，你咋说话了？班长还不下呀？哨兵往哪扭？走，上哨。是，收住了，保证一个都不掉。在一个地方工作时间久了，战士们与这棵枇杷树有了深厚的感情，现在过节了，人却要走了，突然要离开这么熟悉的地方，大家都有些依依不舍。老班长希望能够在离开这里前和战友们与中队长在结有十棵枇杷的树前合张影，并将照片寄给曾经在这里工作战斗过的战友们，这成了他最大的心愿。然而事与愿违，这还没照相就掉一个，不变成十天就没了，你咋沾哨了啊？那你的喷嚏比风的威力还大呀，风那么大。班长又起风了，小宝大三，大舅帮我把树顶住了，顶住。班长，咱这一阵风就把我的愿望全吹掉了。营队院的冯啊，你真给我面子啊！班长，我们把他挂上去，把他挂上去，咱就上放，不要这个样子嘛。琵琶虽然掉了，但是你们十全十美的工作标准还在，执勤点虽然撤了，但是你们的扎根精神还在。你们是个哨兵，就是营队院杰出的累累硕果。营队院执勤点已经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但是今后还有更多更艰巨的执勤任务等着你们去完成呢。有这么一方，训练上一丝不苟，生活中情趣盎然，充满乐观精神的这帮战士，应该说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一定能够打胜仗。在十全十美让人感动的余音声中，八班来了。由陕西总队创作的表演唱《八班》，把人们带到了另一个大山深处的执勤点。那里有七名战士看守着国家重要的物资。军的故事从这里开始。光秃秃的那个山，那个山就像骆驼的那个背一样，然后山顶上有那么独独的一个哨位，那个地方叫光明顶。光明顶上的那个班叫八班，这个中队是陕西总队咸阳支队十一中队。哨位旁边开了块菜园。正如歌词里所写的那样，执勤战士与荒山为伴，但是肩上的责任使他们把寂寞练成了浪漫。我们兄弟七个并肩站，从军的路上争不走，我们也。
这个歌里面讴歌了青春，我的青春，我的班，我们兄弟几个并肩站，人生的路上正不走，梦里也含着向前看。小品《真心话》说的是某部战士王小小去敬老院，去上一次做好事时落在那里的理发工具，而中队文书则把此事变成了军歌唱响敬老院的新闻。敬老院为孤寡老人演唱军歌，不是班长，我去敬老院是拿咱们上次学雷锋时落在那儿的鸡头推子。你喊什么？我能不知道吗？你继续念。上级刘干事前来调查，没有想到刘干事和王小小当兵前两人就是好朋友。哎，刘大头，王小小，大头大头，下雨不愁，我有雨伞，我有大头，怎么是你呀、啊？真的是你呀、啊！哎呀，我的妈呀！哎呀！此刻故事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文书班长搬出了应对上级检查的三件宝。你看啊，但凡是检查调研，不管说什么，一律是是是；不管问什么，一律好，好，好。最后再表表决心，请首长放心，我们一定努力工作，争取把工作干得更好。都这么说，是不是？不是班长，这行吗？熟知王小小不会唱歌的刘干事，巧妙地揭穿了文书班长的弄虚作假，也弄清了文书班长这么做的苦衷。会创新了，我有什么不放心的呀？那哪是创新啊，那是闹心啊。哎，对了，人家敬老院的老人不都说了吗，欢迎小小经常到敬老院去走一走，唱一唱。哎，这不都是你写的吗？那不都是假的吗？小品《真心话》说出了基层的心里话，他讽刺了在一些人身上存在的不正之风，表达的是官兵们追求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他从一个侧面彰显了在建设现代化警营的过程中部队作风的转变。真的？那当然了，现在从上到下都在讲转作风、转文风，这一切都是为了提高战斗力呀。展演中河南总队的战车夜话，武警山东总队创作的快板书《才字谜》，武警内蒙古总队创作的光影秀《新兵金兵》，武警江苏总队结合执勤特点创作的表演唱练睡觉，武警山西总队结合民间艺术创作的打击乐战法辩论会，武警森林指挥部创作的打击乐打森林里的一群兵，都围绕着武警部队聚焦强军目标，有着浓郁的强烈战场气息。这些来自基层、引人入胜、扣人心弦、紧贴时代要求的节目，不仅仅是建设现代化武警部队的一个缩影，也是激发官兵们内在志气、骨气、豪气、霸气，保持旺盛革命热情和高昂的战斗意志的艺术精品，更是滋养官兵的精神沃土，是克敌制胜的强大思想保证和力量源泉。汇演的最后一个节目是由河南总队创作的歌曲《血性军人钢铁汉》。近两个小时的演出结束了，全场响起了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整场展演令观众深切地感受到，在九位打胜仗的军事变革中，军旅文化艺术作品所肩负的强烈使命感。先进军事文化，它是催生部队战斗力的一个重要因素，正是基于对这个先进军事文化这个重要作用的认识，所以啊，我们这次业余文艺汇演，我们的在节目创演，从内容上，我们就是明确要求，要聚焦强军目标，突出兵写兵、兵演兵、兵唱兵。从我们展演的这15个节目来看呢，一个是兵味很浓，再一个呢感觉很接地气，整台晚会呢充满着昂扬向上的那一种血性火气，忠诚卫士的壮志豪情。这次汇演啊，它的意义就在这里，就告诉我们应该抓什么样的军事文化，
和怎么去抓精神文化。就为打胜仗，这斩钉截铁的誓言与战场接轨和战斗同行，是这次展演最大的特色与亮点。在建设现代化警营、实现强国梦、强军梦的伟大征程中，先进文化必将为军队能打仗、打胜仗凝聚无坚不摧、战无不胜的力量之源。在下周的节目里，我们将为您讲述武警部队2013年业余文艺汇演《就为打胜仗》台前幕后的故事。晚会的成功举办，这就叫接地气节。老艺术家们的交口称赞，火了，是对这些业余的演员们最大的肯定。光荣的背后，在战士们身上还发生了怎样的故事？有个战士说，或者班长，哎，我的背心儿怎么脱不掉？这些故事又是如何诠释能打仗、打胜仗的神圣使命？就为打胜仗，下集《中国武警》。